喝杯咖啡。好啊。谢谢你，韩律，你这是……我知道这段时间我不在律所，你帮了我们组很多忙，尤其是子瑶，他跟我说你在案子上给了他很大的帮助，举手之劳而已，不用谢。其实我对我们的组员挺了解的，比如说子瑶，她跟了我这么久，心里肯定有积怨。但是我没想到的是，在我人生最难的这段时间里，她能够站在我的角度帮我解决问题，真心的替我考虑，我很感动。就在刚刚给客户的那个最终版报告中，她还及时找出了错处，要是那么发过去，这个案子可能就没了。韩律，这里有两份报告需要您看一下。嗯，一份是咱们的内部报告，一个是发给客户的。错的地方我已经做了一些调整，您再把把关。不错啊，有进步。现在律所转正又要开始了，虽然今年的名额有限，但是你的报告我会帮你写好。现在咱们组的案子比较多，正是缺人的时候，需要你，加油。谢谢韩律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子瑶，啊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谢谢你。没事，应该的。如果说这件事情没人提点他，光靠他自己，我倒也不信。所以，谢谢你。嘿，都是分内的事儿，你别夸我了，再夸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你应该也听说了，教培机构经营的事儿。我老公他们正在转型，律所这边又是好多事儿，我当时真的是要崩溃了。我想完了，估计你跟王玉素会趁着这个机会把我斗走，但是我没想到，真的谢谢你。不要再谢了。家里怎么样了？现在还好吗？嗨，
他不行我顶上呗，人生半场，大不了重新再来，没事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工作上需要我支援的时候，只要我能力办得到，我一定第一个站出来，随便叫我好吗？好，来。到了明年之后，它的市值呢大概是160亿左右。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它的五大特点，包括它的产品定位。所以现在我们扶持的这个香氛品牌 Cosme Speculation 上市的情况目前就是这样了。哎 ，Richa 怎么没来啊？最近总是见不到他人。是这样，刘总 ，Richa 最近在对接新的项目。是不是？我不清楚啊。不过你作为他的下属，就应该提醒他，任其职，尽其责，不要身居高位，反而忘了自己该干嘛了。明白。Elvis， 要不要考虑来我们组？哼，雷大总，您这是正式向我提出邀请吗？是的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吧。我跟 Richa 呢，之前是有一些过节，可我这个人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只要跟我过不去，我也不会让他好过的。之前做的那些事，并不是针对你，希望你别往心里去。子权，你的能力值得匹配更大的舞台。如果你愿意来我的组，我会给你最好的资源。雷大总，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您是公司最强的 MD， 能跟您一块合作的话，是大家的理想。不过，有瑞莎在，于情于理我不该去您那儿。不过。我这个 offer 长期有效，我们组随时欢迎。房价挺贵的，但他是拍赚的多。哎，小唐，过来一下。张律，王律。我刚才在跟王律师说，这次这个案子啊，你表现得很不错。时值文学城撤销了对毛毛的起诉，刚刚签了协议。啊，都已经。签完了，因为他们来啊赶时间，你呢正好又不在，签完就走了。啊，没事儿，替毛毛感到高兴。还有马总的那个案子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在中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，能够促成呢，功不可没。小唐，人事部门很快就会通知你。唐律，恭喜你要升职了。谢谢郑律，想喝什么呢？我来点。我现在整个人都还很恍惚，跟做梦一样的。升职是好事儿，不过之后要负责的内容就更多了，压力也会变大。你这小身子骨吃得消吗？我知道了，我只不过是最近有点累，挑一个周末我出去放松放松就回血了。别挑个周末了，就这周末吧，我就不给你安排事儿了，你把脑子里的事儿好好放放，当升职奖励。姐，你这对我太好了，哪有白来的午餐呀？我主要告诉你，你的薪水要等到明年初才能统一调整。失望了？没有，律所就是有这个制度嘛。升职以后得观察一段时间，对吧？你能这么想也好。总之呢，升职了，你还是要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。别老赖在律所加班，熬不了几年你会后悔的。我知道了，我就是想趁年轻多拼一拼嘛。放心。下班了吗？楼下等你。男朋友？嗯。嘿。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。我也有，但是你先说。好，我先说，我升职了。那这真是好消息啊，走带你吃好吃的去。但是没加薪。没加薪没关系，最重要的就是升职知道吗？那你的好消息呢？我的好消息啊，就是我接了一个新的项目，你看多好，你升职我赚钱。那你得请我吃好吃的。可以，但是我看那馄饨摊好像摆出来了，要不咱们吃馄饨去。小哎，小木。好好。
老大，干嘛还走这么快？我下班了。呵。啊。嫂子好。干嘛呀？叫就叫，还行礼，我这。行了，那回去吧。行，老大再见。哎，嫂子再见。哎呦。小木真可爱。嗯。小木的虽然算是个富二代啊，但我跟你说，工作上真是一点不马虎，特别认真。哎呀，要是没他呀，就那香氛的案子还真悬了，那我就得死在老公里去。哎，在职场上有一个向着你的人真的很不容易，你要好好对他。那当然了呀，这职场上都尔虞我诈、人人自危的，有一个自己值得信任的人非常重要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子瑶的事吗？嗯。韩律没回来之前，一直都是子瑶力保他扛住所有的压力，郑律到现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韩律今天呢，还请我喝了咖啡，跟我说了谢谢，还挺暖心的。我觉得虽然我改变不了这个环境吧，但我也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了。就是如果大家呢都能比昨天的自己更做的再多一点点、好一点点的话，那这个世界上就会不一样许多。哎，你听说过一件事吗？嗯，每个人都是带着一生的历史，半个月的哀愁走在路上。我之前也这么觉得，我觉得可迷茫可孤独了，但碰到你以后我感觉很不一样。哎，等会儿，怎么不一样？你觉得有安全感了吧？我让你有安全感。以前生活再苦再累的时候，身边也没个人，现在都有你陪着我呀，就好像嘴巴里含了一颗糖，再苦嘴里都是甜甜的。我现在嘴里也含着一块糖。回家继续。你说的那个案件其实很典型，网站得知侵权行为后没有立即采取措施停止连接，制止侵权。给我讲了这么多电子商务法，我是不是应该向严教授付费？你随时可以问我，我随时可以给你解答的。你妈妈的状态好多了，别担心，家里有我，你安心工作。律所，咱们认识那么久了，如果你有什么困难的话，就跟我说。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？没事。不要憋在心里，说出来说不定会好受一些。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。在酒吧遇到你那天，我刚从老家回来，我妈妈车祸住院了。从小到大她从没夸过我，考大学时我的分数明明可以上数一数二的中文系，他却把志愿偷偷改成了另一所大学的法律系。他总是这样试图把我变成他所期待的样子。上了大学算是好不容易逃出了他的掌控，我们母女二人渐渐无话可说，所有的亲子缘分终究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别离。跟你妈多说说话，医生说了，多说话对她恢复意识有好处，说不定还能醒来。我很害怕她再也无法醒来，我也害怕她醒来之后，我还是没有办法让她理解我能过好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双硬核强内护的皇家美素佳儿
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前几年我攒了一笔钱，想在北京买套房，可是那个时候我父亲突然生病了，首付款嗖嗖的变成医药费。当时我还有个男朋友，我们相处五六年了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在那时候有个项目让董事长的千金看上了他。他倒也干脆，洋洋洒洒地写了篇小作文，阐述他是怎么爱上这位大小姐的，看得我那叫一个感动。隔了一个月，朋友圈婚纱照都贴出来了。你狗写的吧？看电视剧似的。不过都是过去式了。我相信人生有一个黑暗定律，他们在成长阶段多多少少都会经历一些痛苦、迷茫、无助的至暗时刻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、挣扎，把它熬过去。其实人生啊，挺简单的。你只要把这些痛苦麻烦当成理所当然，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你就会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心平气和。哎呦，又来了！那下回来之前先打个招呼，好让我有心理准备。结果就这么过去了。嗯，对啊，你现在心态不就挺好的吗？夸我，王玉素。你是我见过所有的女人里最棒的。所有人？你这话光说给我一个人听了呀。王玉素，你是我见过所有女人里最棒的。我跟你开玩笑呢。今天是第10家餐厅，所以你当初说的是认真的吗？10家餐厅的时间，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。可是你也说过，是否爱一个人，在第一次见面就知道了。所以，我知道你的答案了。知道什么了？你对我没感觉。一个对你没感觉的女人，怎么可能老老实实的陪你吃10顿饭呢？一对男女在2周之内约了10次饭，只可能是一个理由。因为爱情。对，你周末有事儿吗？干嘛？和我约会？想约你去郊游。我老板给我放假了，说让我好好休息。好呀，但我跟你说啊，情侣郊游可容易有危险，容易吵架。我不跟你吵，你会跟我吵吗？我也不跟你吵架，我只擅长谈判。你想去哪儿？你想去哪儿？哎，江城上次跟我说有一露营地儿不错，在京郊，要不咱们去露营？可以可以，露营，那我就得干嘛？买露营的装备啊。哎呦，你这么猴急吗？咱用江城的不就得了吗？不行，买装备的过程很有成就感的。而且啊，用自己的肯定感觉不一样。以后还我们还可以常去露营了。行行行，你买。哎呀，我的宝贝啊，这是干什么都拿出这个高考的劲头哈。怎么了？不好吗？好，特别好。但是像我呢，就只有在工作上还有摩托上才有这股劲头。所以我们互补嘛，绝配。好，快吃吧，吃完这饭。
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来来来，漱口，漱口，漱口。慢点啊！哎，喝一脸了。来，慢点啊！哎，慢点啊！你个小孩，你懂什么呀？是我不懂。你跟谁喝成这样啊？做什么工作？这么拿命喝？你这句话有侮辱我工作性质的嫌疑。告诉你，我学了四年广告啊，广告工作。我们广告行业很难了啊！我是陪领导一起出去，见广告公司去了。就喝成这样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你们领导也太迂腐了，让你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酒桌文化？对，哎哎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李青姿，别睡这儿，醒醒。还能自己走吗？李青姿，李青姿，好了，吃饭吃早饭了。我开会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先不吃了。啊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先拿一块面包，路上吃。你慢点啊，别着急，路上小心啊。张哥，哎，子权，哎，张总，哎，啊，你这人呢？什么？你跟老板都来了，怎么签合同呢？不是哥，我是你人呀，你为啥非得用这个心理上面？这是你喜欢啊，你这小子，哥都研究过了，人品嘎嘎好，一点都不搞，也不势利，不神不高兴。保证能用，哥跟你说，哥看人贼准，人家高中美国上，本科香港上，研究生我记得不是清华就北大，还想咋的？行，是不是？大哥，哎啊，人到了啊，咱们可以开会了。好，来，行，好，那咱们就开会吧。好，来，行，行行行，谢谢你，走。
的？我瞅你最近不太忙是咋的？嗨，哥呀，啊，这不经过了这么一遭，现在学会躺平了。我跟你说呀，咋说呢？人生这玩意儿吧，其实谁都得经历点低谷啊，但只要你扛过去，那就是一片蓝天。对，俺俩呢，那是异父异母的亲兄，我不比他，没啥文化。哎，不过兄弟啊，嗯，一码归一码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们整这公司上市的事呢，我肯定我全力支持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必须你得整专业，啊，你得靠谱，啊，你为他保驾护航了。那哥肯定不能亏待你，对不对？咱不能因为咱哥俩关系好，咱就瞎整，是不是？就糊弄。我说哥，你就把心啊揣肚子里，安心放心的啊。啊，这事儿我绝对给你办敞亮明白的，行不？行。我这东北话学的地道不？标准，标准是吧？好使，必须的哈。必须。哎呦，火了。这么早回来啊？哦，今天没什么事儿。哎，我写了首新歌，要不要听一下？行。发了个朋友圈，底下全是夸你的，我都快成你事业型妈粉了。事业型妈粉，就是像你妈妈一样，希望你一路长虹，大红大紫。嗯，确实挺像我妈的。小屁孩，你说什么呢你？昨天谢谢你啊。嗨，同居室友，客气啥？我昨天没做什么很丢脸的事儿吧？没有啊，挺可爱的。那就行，反正呢我也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不过你下次最好别喝那么多酒，万一碰到坏人很危险的。嗨，其实就是昨天跟领导去应酬，没把住，喝大了。谢谢你的关心。不客气，姐姐。加油，希望你能写出更多好听的歌。事业型妈粉。加油。如果你周围有小伙伴想要换工作什么的，我在公司里多少还是说得上话的，可以帮忙内推。厉害了，但我周围都是小朋友，从业五年以上这个要求太高了，实在是遗憾。
你毕业多久了？三年多。那差不多。你如果想来的话，我可以安排的。你别觉得不好意思，对我来说，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加入一点清水，淀粉纤维，没有红薯淀粉的也可。喂。要不要一起吃晚饭？我刚好咨询你几个法律问题。我已经在你小区楼下了。10年前，你也曾在我们家楼下这么堵过我，这感觉是不是有点熟悉啊？哎，要出去啊？啊，打完球了，这么快？对啊。乘客约我吃晚饭，本来不想去，他说问我一些法律的问题，都已经到楼下了。我觉得不去是不是也不合适啊？哎，但我真的很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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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点都不想去。水蜜桃睡裤去见他？哎，这不是你看我都没打扮，随便穿一下，套个外套就过去。都没打算吃，这楼下跟他说两句话就上来了。你说要吃牛腩饭，那我给你买回来，怎么着？你是吃完了去呢，还是带着他跟他一块儿吃呢？要不然这样，哎，你把他给叫上来，我会会他。合适吗？没事，我洗澡去了啊。加雪，加雪。来了。陈老师，小颖，先换个鞋。哎呦，这么客气，谢谢。哎，你这房子还真来了。哎，进，室友也在啊。咱们先进去坐，来坐。谢谢子轩，给你了。谢谢。啊，您坐。你这房子不错啊，朝南的，采光应该很好。是。你们这物业费多少钱啊？不知道。也对，这一般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打拼的年轻人，都是租房子居多，是吧？我在广州买的这一套。比这儿大点儿，南北通透，每一个阳台都能看见小蓝腰。等有机会你去广州，我带你好好玩玩。好啊，有机会我们一起去啊。好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北京的房价的确是太贵了，这升值空间吧，还真比不了广东那边。早些年我买了另外两套，嘿，到现在你知道涨多少吗？都快10几万一平了，这也算是前些年的投资小有所成吧。不玩了。我觉得这游戏没您说话有意思，我听听，学习学习。学什么呀？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哎呀，这大多数年轻人年轻的时候就爱玩，很正常。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，我就爱研究一些投资之类的书，还差点考了 CFA。这两年啊，我还打算去考一考司法。您做互联网了，考司法考试干什么呀？我这个人一向热衷于自我提升这件事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不过小雪啊，该说不说的，你也这么大了，还真应该学习一下这些投资之类的事儿，别老整天玩游戏，多浪费时间。是，我之前呢，的确是想做点什么，但是。算了。
有什么不好意思？你说说，比如什么？哎呀，比如就像你看我前两年买的这个房子，到今年才翻了不到3倍。但是当初呢，我手上有一项目，今年翻了10几倍。如果当时我不买这房子，我直接做这项目，对吧？我现在能买好几套了，跟您似的，是吧？外面能看着你是能看小蛮腰，我看中国尊呗，是不是这意思？还不如你眼光、远见。我还以为你们俩是合租呢。没错，是合租，是我租他的房子。你这没跟人说清楚。嗨，这不怕嗨。行。我懂这。Old money。是吧？哎呀，像小许这种啊，一看就是当今年轻漂亮姑娘喜欢的类型啊，又年轻有钱又爱玩。果不其然啊，也是桃花不断。哎，小颖，咱们之前在楼下碰见那姑娘，就跟她拥抱那个，应该也挺漂亮的，挺合适的哈。哦，原来你喜欢这种类型，难怪呢，是吧？哎，我还真不喜欢，而且我对于自己不喜欢的，从来不会拖泥带水的。关于这一点，小颖应该很清楚，是不是？是，我知道，他还跟我提过呢，说当初你一下就给他那个叫什么东西拉黑了，是吧？他哭了10几年呢。哪有十几年？啊，没有，十年。哪有十年？5年。没。真的假的？哭了这么多年。这不后来我出现了吗？就是他眼泪我来擦，他累了我给按摩，饿了我给做饭，就这样。那我送送。慢走啊，以后常来做客啊。今天晚上都没怎么跟你说话。你不是说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吗？下去坐坐。好啊。有什么话想说你就说吧。10年了，发生了很多事儿，你变了，我也变了。我变得喜欢上你了。你是在跟我表白吗？是啊。你确定要在刚见完我男朋友还要跟我表白？10年了，小颖，还是这么固执。我跟你说，他这个男人，他这个男人很好啊，很聪明，很有才华，有腔调，样样我都喜欢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你们俩才不合适。你觉得你自己配得上他吗？我知道我这么问你肯定是不爱听啊，但是我真是掏心掏肺的在跟你说这件事儿。他是男人，我也是男人，这男人最怕的是什么呀？是诱惑。我敢保证他现在跟你在一起完全就是因为新鲜，那新鲜感过后呢，你一人怎么办啊？生活可不是什么玛丽苏小说啊，啊，这高富帅放着白富美不要就选择灰姑娘，醒醒吧。这男人在爱情里面是最现实不过的，古往今来只有女人会被爱情绑架。而且像他这样的富二代，我跟你说，我见得多了。这些富二代看重的就是家庭地位、门当户对，他们看女人都是先看脸，再看身材，最后还是要看家底儿。那你自己说说，你在他面前你有什么呀？陈老师，10年前我请您上课是要给钱的，
但现在您再给我上课，我是不会付你费用的。再说了，我凭什么？哪点配不上他了？我相貌端正，身体健康，经济独立，他就是想跟我在一起。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我，爱我爱到发疯。不要以为所有人都会把恋爱谈成一场交易。你刚才说什么？男人都经不住诱惑，女人也一样啊。现在对于我来说，徐子泉就比你对我有诱惑的多。我想到他我都开心，我走路连蹦带跳的，我吃饭炫两碗，我上二层楼梯我都不带喘的。没准哪一天我的新鲜感先散了，我一脚把他踹了呢。我说唐颖，你还真是长大了。当然，我当然长大了。现在的你还真是让我有点失望。失望？对，非常失望。我还真是喜欢以前的你。如果你这样这么说的话，陈克，你是让我失望了。我让你失望？你知道你最让我失望是哪一点吗？十年了，你竟然真的一点都没有变。十年前你就会在我写作业写错的时候叫我小傻瓜，偷懒的时候叫我小懒虫，现在你居然还想用这一套来拿捏我。5G 时代了，就因为我小时候跟你表白过，我就得一辈子喜欢你崇拜你。程老师，你到底是哪来的自信啊？行了，就送到这儿吧，我男朋友等着我回去吃饭呢。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三个人，程默、徐家柏、胡歌，当然胡歌不算我男朋友啊。我马上就26了，但我这恋爱一段比一段谈的差。你说，是我有什么问题吗？虽然我经验不多啊，但是我总觉得那这两个人相处在一块儿，那性格最重要。那如果一个人永远无条件的为另外一个人付出，哄着另外一个人，这是不是谁都受不了啊？谁都不愿意遭这个罪啊？嗯，那你觉得我适合找什么样？你找你自个儿喜欢的呗，找什么样的？你不是新时代独立女性吗？怎么思想这么传统？谁说女人非要在28岁之前结婚？嗯？谁说的呀？谁说的？我没说呀。你刚才自己说的。不是，我都从网上的情感博主学来的。我没说。哎，反正你眼看也达不成，你破罐子破摔得了，随缘吧。谁在乎啊？谁破罐子呀？你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我。我看起来多大？我看。18，顶多18。我也觉得就爱听这个，听见开心了。不过你远看还行，近看毛孔就有点粗大了。等你再过几年啊，颈纹也出来了，鱼尾纹也出来了，黑头也出来了，那咱怎么找对象啊？你说谁毛孔粗大？不是，哎，毛孔粗大。我刚刚没仔细看，我刚刚没仔细看，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，其实你长得还行。长得还行？什么叫还行？就是什么叫还行？你五官真挺好看的，挺能打的，
咱们颜值又在线，要鼻子有鼻子，要眼有眼的，那咱唯一不足是啥呢？那这衣品是不是可以稍微改善改善啊？这乱七八糟的衣服以后就不要再穿了，咱好歹算是个美女吧，那也不用愁以后孤独终老没人要吧。你才孤独终老呢，就你衣品好，夏天你想不想活了？我告诉你，他给你能的，我就没人敢这么骂我。开玩笑呢？开什么玩笑？没人敢这么说我。你玩是不是？你玩是不是？啊？你玩是不是？你玩？你玩？你我就没怕过谁。你过来。你干嘛呢？来我来我来，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这个壶你别往上放，我身高不够，我够不着，我老用它。这橱柜当时不是按照我的身高设计的，要么扒了改一个。我就说下次不要放这么高。好，我知道，我就顺手放了嘛。行，我记住了，下次给你放这儿啊。行。可是他今年的那个非金的金融表现不佳呀，对吧？啊，我听着呢，你说。他今年的涨幅是-12%啊，对吧？那没办法呀。而且他适应的板块那个明显也降低了，对不对？这帐篷到时候你能会弄吗？我能，我能，我可以。这我看着好像没关系，我先开，我先开。你稍等我一下。他到6月25号，他涨幅比是-13.4%。哎，日抛内裤要带吗？那好像洗不了澡，咱要不忍一下，就第二天不就回来了吗？好，啊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，他现在的估值是14.7%，14.7%，对，排第22嘛，啊。哎，但我觉得这个营地能生火吗？我们需不需要带酒精炉什么的？应该可以吧。啊，我开完会跟你说。行。啊，你说，应该可以。哎，先发给你啊，啊。我打完了，打完了。徐总啊，你这现在是。一点参与感都没有啊！好了好了，这样咱不，其实不用带这么多东西。那这万一我们需要怎么办呀？荒郊野地的，旁边配套还可以，10分钟开车就到村子里了，缺啥不都能买吗？还专门露营的地方是吧？你是真的想跟我出去玩吗？我是啊，我要。你看看那车在哪儿？我拿，要不咱全带着。我去拿，还有挺多东西，吃的、喝的什么的，啊，我过去拿吧。那个，哎，充电宝帮我找出来，一定要带哈，记得。哎，山哥，哎，我这收拾东西呢啊，我最近要跟我女朋友去那个露营啊，最近怎么样？我去另一间啊。一副不高兴的，像个小学生春游一样。当然了，我很久没有出去旅行过了。再加上这是我们第一次出去旅行，虽然是短途，但也很值得纪念。好啊，那我就配合配合你旅游的喜悦。刑法第133条，你这属于危险驾驶罪。哎呦，陶律师，那我这么开车的话得判多久？不管判多久，你也不能让我在外边可怜兮兮的苦苦的等着你出来。哎呦，小可怜，我怎么这么瘦啊？哎，哇，要到了，要到了！行吗？可以，它怎么不掉了？哎呀，这背下，摆摊儿。
雪儿，哪个？雪儿，哇，我这根好长哦。你会打水漂吗？我不会啊。来，我教你。不行，你过两天治好了，治好你再去打。完美，快看，隔壁给的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。你看，来，现在最亮的这颗是北斗星，一会儿它就会旋转着坠入到地平线。哎，那个星，那个星，那个星，加上。睡觉了。是不是有点冷啊？你冷吗？是有点冷。电风扇垫了吗？嗯？垫儿吗？不知道啊。不是你卸的车吗？对啊，车里没有啊。不是应该带了吗？不是你收的吗？我收。你要是帮忙收的话，就不会忘记带了。我不是打电话的吗？我错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要应付一晚上？哎，是不是算了。啊，手机没电了，充电宝给我。没带，不要你有什么用啊？我不是跟你说了要你带的吗？我错了，你原谅我，对不起。你挂了电话之后我就忘了。你这一通电话真的是耽误太多事儿了。这么晚还给你发信息。我听不听？那听呗。你穿西装好好看，改天再穿给我看好不好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发。你别生气啊！啊，我错了。我错了，你跟我走啊！你什么怎么哪儿都有？我在这儿呢。你给我过去！别生我气，别生我气。我不，你怎么这有枕头呀？那个枕着舒服，这是充气的。你睡过去，哇，好舒服呀！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啊，这个枕头一个人睡的时候的确不舒服，但是两个人躺。干嘛了？刚才都睡了，你给我过去。我不过去。你这干嘛？我要当你的防潮垫，我要当你的充电宝。充电宝。充，给你充电。哎，你给我过去。充电这个词儿是不是？走开。早上还有点凉呢。是。好冷。啊。哦，早上好冷啊。就只有三明治和奶。啊，我喝奶。真不吃？怎么了？有点疼，可能。
能昨天晚上着凉了吧，就那种刺痛。把拉链拉上。嗯，没事。每一个不经意间摸到自己胸口硬块的女性，应该都会如同我现在一般的心情吧。接不接？你也可以挂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来。啊？啊，你来解决一个试图挖你墙角的人。喂，喂，啊，是你啊？啊，知道是我啊。徐子群就在我旁边，是他把手机给我的，让我接。我不信。你也可以不用这么自信。徐子群没跟你说我是谁啊？你知道我跟他认识了多久？之前经历过什么？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但凡你有那么一点点重要的话，他都不会把手机给我，让我来接这个电话了。所以，你确定还要继续这通电话吗？要不这样，咱俩一会儿早点回去，找一个好一点的餐厅，好好吃一顿。还是不喜欢露营呗？那不是，虽然咱们俩这个吃的呀，没太解决好，但是其他的都还挺好的，对吧？尤其解决了根本问题。忍耐着立刻掏出手机搜索早期乳腺癌症状的冲动，我不想让这个还有些美好的周末蒙上阴影，可我还是忍不住去想，老天不会真的要跟我开这么大一个玩笑吧。Just you.